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蒙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款卧龙山谷，那不算新友，没关系，反正是入服的版本啦，放置卡牌吧。那看起来是三国题材的美少女吧？这个长角十之八九都是董卓，十之八九啦。好，伺服器，开蛮多的。现在的那种放置卡牌游戏很多啦，真的是太多了。来吧，那想玩的话，把游戏的下载链接放一篇下方资讯栏位。好，这有那种魔导啊，我那种神魔的，什么魔吕布啊，魔关羽啊。公子，醒醒！想不到竟然有语音啊。这款卡牌的话大概五六百 MB 啊，还可以。因为有时候放置卡牌它可能只做100 MB 而已，或200 MB。好，这个二次元美少女标准就是你会醒过来，然后会有一个美女直接看着你。公子你醒了，小女名唤蔡文姬，此处是长安城外。原来是文姬妹妹、啊。蔡文姬是那个谁啊？蔡什么的女儿啊？蔡毅吗？不知道蔡什么的。公子表情似乎甚是疑惑，刚刚天空有陨星落于此处，公子定是受到了波及。公子的话很风趣呢。好，哈姆。公子的名字刚刚在喝奶茶。此处不是说话之地。皇家奶茶。用泡的，蛮好喝的，很像那个很贵的那个皇家奶茶。如今天地异变，日本买回来的，现在不能去日本买啊，就只能网路买、啊。多加小心。网路买，然后漂洋过海，海运。妖魔外星，不然以前往年我们每年大概家里的人都会去日本三到四次吧，三到四次，一年大概三到四次。然后就会买一堆日本的东西回来，无论是食物啊，或者什么东西都会买回来，或者是药妆店的药品啊。好，那因为这两年大家知道吗？没办法啊，都不能出国啊。哦，实在太惨了。好，这边的话是展示那个战斗系统啊，就是把角色全部上来，然后展示一下这个奥义。哦，这个是张飞，刚刚那个是黄月英嘛。哦，马云露。哦，马云露应该是马腾的妹妹，是马超的妹妹，是哦，不是马化腾啊，也不是马云啊。我就看起来是什么长山赵子龙哦，反正关羽嘛。哦，吕布哦，魔吕布来了，我就说吧，十之八九什么魔吕布啊，神关羽啊。好，文姬妹妹，蔡文姬。这种就是二次元，然后是那种帅气型的，立绘是帅气型，然后角色的话是略 Q 啊，但是也不是完全 Q， 就是身材比例比较卡通一点，不是那种大头娃娃的，是整个缩小版，应该是小孩版吧，这种感觉。定是神兽之力不假。哎，为什么我一定是要男角？我想用女角不行吗？没错，没得选是不是？还是刚刚选的时候有男女别啊？好，这个长山赵子龙啊齁，赵云大家都知道，只是这个赵云有点不帅耶，这个脸有点村人的感觉，村民的感觉。天命之子。好，最近每天都找三国游戏来玩呢，昨天玩那个三国 SLG， 还有那个卡牌三国杀，然后我今天再找这一款，因为是卧龙叉叉叉嘛。阁下深明大义。哦，这个是卧龙三国啊，最近很多卧龙的、啊，就搜了一下就来玩一下。好、哦，这边可以选择信义女神，是不是？能与夫君相遇。公孙离。西施，完全不像啊。此生定不负夫君。就这个穿着不是很现代吗？这个宽松的感觉有点像那个日本的那种。女巫吗？巫女啊，那
然后纸上是白色的。若看着妾身的眼睛，就这些服装啊，就很飘逸啊。王昭君，这一世能遇见夫君，哦，这个杨玉环不错，胸部够大。待妾身亦能与夫君相，所以我们当然是越大越好，对不对？若看着妾身，那没问题啊，就这个啦。便知上天，待妾身亦哦，迎娶妃子，他有那个结婚系统哦。他应该说有那个子嗣系统啊，有后宫，然后子嗣。有一阵子常玩那种游戏啊，就很多类似这一种的，什么日理万机啊，叫皇上啊，叫什么叫大老爷啊之类的，一堆这种游戏。夫君万福。他把那个卡牌战斗放置的，然后跟这个弄在一起哦。我通常会叫这种游戏叫换皮游戏啊，就升官发财啊。所以他把那个玩法给弄过来，毕竟这也是纯二次元嘛，美少女。恭喜阁下喜结连理。好啦，谢谢你的赵云。我相信公子一定是忠义无双之人。我还以为说他跟我在一起了，不会弃他于不顾。文姬自幼学习兵法。好啦，这个我们的老婆就暂时先放在这个。阁下与姑娘联手，她好像变成我们的看板娘，是不是？妖魔势大，此计甚妙。文姬姑娘放心，如此的话，好。马超的妹妹马云露，这个反正我也是玩游戏玩久了，大家都这样说啊。子龙哥哥，找妖魔势大。因为三国游戏我不知道玩几百款了嘛，从小到大也不是从小到大，我玩这个手游已经好几百款了。然后一开始马云露，我就说，马云露是谁啊？哪来的？然后就有网友很热心跟我说她是马超的妹妹，那我就把她记下来。因为有时候我会乱讲啊，讲错啊。像这个蔡文姬是谁的女儿啊？一个蔡，那个字我不会不太会念，我来查一下那个字怎么念啊。好。那个字叫蔡邕，好邕，就是我大概会写，但是我就不太会念那个字邕啊，蔡邕，应该是他啦，蔡邕应该是他的，什么东汉左中郎将才女蔡妍之父，他是这样讲啊，蔡文姬之父。好吧，我们来先召唤一下，先不管。岂有此理！他这个角色特色都还 OK 啊，就有点玄幻，有点奇幻这样，然后又有点日式二次元，然后各种飘逸，然后又有武侠。你看这个又有点那种不太会讲啊，就不太一样。反正就各种融合啊。然后这边也不是完全 Q 版，就是身材比例就比较短小一点，好像是迷你版的感觉吧。哦，单刀赴会，这是我们的角色吧？一之一出灵异箱，好获胜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获胜的。然后我们获得一个角色啦。哦，你娶妻之后，那个看板娘就是会一直，他会一直跑出玩，就选一只你喜欢的吧。刚刚不是有四只吗？我选的这个应该是王昭君，是不是啊？昭君妹妹，还是要叫昭君姐姐？好，反正这种美少女，要么就日本战国，要么就是三国的，常常都是这些。他们之前不是大陆不是打压那个手游吗？应该说打压游戏啊。说这些历史人物要符合史实啊，不可以转性啊，就不可以把一些原本是男的武将把他改成女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好，这边有人主跟妖主，玉兔精，有没有这个兔儿少女就有点就不像三国啦、啊，她的穿着也不是那种三国那种古装的，就是那种比较现代一点的。比较二次元一点，卡通一点的。然后这个背景 BGM 蛮耳熟的，蛮耳熟的意思就是，
用那种免费的啊。好，抽卡。哎呦，你干嘛抖动一下？他抖了一下、欸。好，送我们貂蝉五星。他是人属性是不是？然后神卡，神应该是他的位阶吧？是五星是位阶神吧？然后这个是他的种族吧？好，以那个放置卡牌的美少女来说，这款我觉得 OK 耶。目前为止 OK 啦。那我本身的话、啊、放置卡牌都玩不久，原因是因为很容易卡关，就是你可能玩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之后，哦，你就会卡关了。卡关之后，你就每天就只能放置挂机，就没事做。如果你不储值氪金的话，就会这样，就只能慢慢玩，然后就不想玩了。所以玩过好几款吧，都只是玩一阵子就会卡关，然后卡关就不想玩了。哇，他这个 BGM 真的很普通啊！搞不好这些例会哈，我有时候在想，这些例会会不会也是不知道从哪边拿来的啊？因为游戏实在太多了，你都不知道，东偷偷西偷偷，东抄西抄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我觉得他可以再大一点啊，我再大一点，大概头可以大到这边吧，身体再大一点。我们当然先去。看一下皇城吧，一个一个来，然后这边应该是有一些奇遇吧，可以偶遇一些少女吧，或是一些其他的角色，是不是？我这个哈姆真的很阳春的、欸，西湖茶庄王元姬，哎，王元姬是又是谁的女儿啦？我们来查一下哦、喔，王元姬那个。三国无双常常出现啊，王元姬可以用那只角色，可是一样嘛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有时候就不知道王元姬，反正都是古代的才女啊。哦，15岁嫁给司马昭哦，哦哦，所以说她是皇太后咯，灭蜀之后，司马炎称帝，她变成皇太后，好吧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咯。古代的三国的一些女生，不是人家的老婆就是人家的女儿，因为历史有记载的，一定都是这些人嘛。那没记载的，就没记载了。好，那这边就可以到处。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换皮游戏的玩法。哇，雷峰塔、白素贞、唐僧、猪八戒都来了，你看他真的是乱七八糟哎，什么都有。各种融合，啊，我又不能弄，不能进哎、欸，哦，是不是要寻访？哦，寻访，然后遇到这个沙悟净，他连稀有都来了。好，这边有桃园，我们再寻访一下，没了吧？好，桃园，我刚点桃园嘛，牡丹仙子。好，我们的后宫嘞，不知道后宫跑去哪了。我准备返回上一页，征服世界要干嘛？征服世界，天哪，连世界都要征服了。征服世界，好吧。来，我们到皇城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没反应。要上一页是不是？好，浪漫约会，白姓仙子，好约会。可是我们老婆不是王昭君吗？这个白姓仙子就很普通哎、欸，这个一个女生，你说她是那个侍女，我也相信，就还蛮普通的。好，然后有好感度吧。开始游戏，不色，不色，哇，天哪、啊！喂，明明我就色得很准。好感度增加，
还有小金锤。好，浪漫约会，以约会。我们都没有在战斗，我们都是在玩这个换皮游戏的玩法。怎么还可以征服世界？天哪！国战哦，还有国战玩法哦，还来个魏蜀就对，连国战玩法都要有就对。这个游戏真的是大融合啊，超大融合，什么都来一点，不是单纯的那种放置挂机闯关而已。福气万福。好，我们要那个，我们要来跟他发生小关系了吧？小黑屋是怎样？战无非是进入小黑屋。这一世能遇见夫君。好，这个就换皮的玩法了，就是你可以跟他发生爱爱，然后就有指示这样。这边还有排名哎，宠妃榜、风流榜，天哪！这一世能遇见夫君，妃位便知上天，待妾身亦不保。可选妃位，可以增加我国力哦！天哪，国力耶！这一世能遇见夫君，还有技能是他的技能，加魅力，妃子技能，赏识，我应该都没有，都是零。这一世能遇见夫君，然后上位没有，上没有子，小孩子，便知上天，待妾身亦不保。然后这边要生小孩的话，还要9小时51分钟，好不好？不能马上，有的游戏那种换皮游戏，因为它讲究快。快速，马上，新手玩5分钟10分钟就娶妻生子，然后就小孩子都跑出玩，有够夸张的。好啦，因为他东西真的很多，我也没办法一一介绍啊，好不好？我就不一一介绍，就真的很多可以玩啊，各种融合啊，只能这样说，各种融合。太融合的话，会常常有人说这是什么缝合怪，就把所有玩法都弄在一起，就会四不像这样。你看这款有三国，然后有白素贞，我看也有聊斋吧，然后有西游，然后有各种西方的元素，二次元元素也都跑来，还有人主妖主嘛，布阵。什么图鉴可以看啊？这边没办法看到图鉴哦，这边只有看到我的将领而已。我要再找一下啦。好，这是放置挂机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攻城略地，然后就把那个关卡弄成三国的那个城池吧。哦，我们现在在这边而已啊。许昌这边，你看这个就是天下时局啊。就是如果你用三国题材的话，就很方便啊。你要做什么都很方便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真的不知道这什么东西耶，神奇耶！跑过去。好，那一至三，三至五的话可以拿赵云，然后破和肥的话拿这个天仙织女，我、哦、连织女都来了，牛郎织女，收复是一个城池，他就是我的人了。哦，这个游戏不错啊，美少女啊。好，那邀约家人，邀约一下。可以跟他喝酒，这个我玩别的游戏也有啊。哇，可以迎娶的，可以娶王元姬的。我们刚说王元姬是那个谁的妈妈，好像是司马炎的妈妈嘛，然后跟司马昭结婚啊。小时候不是都有学那个三国的历史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，大家都知道他要篡位嘛，他要称帝啊。然后东汉就灭啦。在妾身眼中，好娶了，就是那后汉仙河中王元姬也太可爱了吧！最耀眼的一颗星，还可以再寻访，没了啦！我刚刚就按完了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美人应该有她了吧？夫君万福哦，两个人。然后你可以应该可以设那个看板娘啊，我觉得应该可以设。在妾身眼中，要找一下怎么设定吧。就是那浩瀚星河中最耀眼的一颗星。好，我都没有在打那个关卡，我都在看这个。你看这个应该可以换了，哦，这个应该可以换。哦，这边替换，找到了。哦，也可以换貂蝉，是不是？你不一定要换，这边有伙伴，还有妃子。哦，你也可以换貂蝉。
有没有 Life Ready 啊？哦，也有做哎。拜月。哦，这游戏他都有把 Life Ready 做出来，那不错、啊。霓裳。好，马云路。如果沉醉过去无法自拔的话，是没法前进的。好，那魏延，应该没有人想要魏延吧？好，玉兔精。哦，玉兔，刚刚应该有嫦娥吧？嫦娥、玉兔都来了。还是下界热闹呢。这个就西方的那种拿弓箭手啊，拿弓出来了。广寒宫无聊的。广寒宫。好，我们一样。哎呦，按到我玩九友版本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九友版本。好，玉环。王杨玉环。便知上天。啊、等，他是那个，他不是王昭君哦，我不是用王昭君，我是用那个杨贵妃，是不是？杨玉环是杨贵妃啦，哎呀，我刚以为是王昭君，没注意，抱歉。因为刚刚四个女生让我选，选那个最大的嘛，大家懂的。这一世能遇见。好的，那就先试玩到这边吧，有兴趣的就来吧，我是觉得还不错啦，就各种玩法都有，然后美少女例会都 OK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